雅虎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在礼拜六的午后跟你们见面，其实非常开心，然后有的这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小珍一起来，谢谢你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珍，很开心。不是，这你没给大家 tempo 掌声啊？是，节奏没有抓好。对，那再一次好了。各位大家好。你看多热烈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那个共享今天的下午时光，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很开心，听得很开心。嗯，来先看一下。哎，看突然我刚刚从我家里拿了一套西装过来，那我的工作人员伙伴说，飘姐你要拿这套干什么？因为我26岁当制作人，那部系列叫中式剧场，我想你们都还小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听过中式剧场花系列？妈妈可能都有看过了哦。那没关系，我很年轻，我26岁的时候穿了这套套装，这是中心百货，那时候叫中心百货。其实讲实在是蛮很老气，看起来有还有点像大爱现在慈济师姐的衣服哦，倒不是说他们不好，就说看起来比较沉稳。那因为26岁当制作人哦，其实很忐忑哦，因为大家看你像小女孩，要去办比较重要、很关键的事情，跟编剧，那时候编剧都大概30-40岁，你要跟他谈婚姻、谈题材、谈故事，你很年轻的样子哦，第一个就被打枪嘛，所以就穿了这套很正式的西装外套。像不像要先三分样，先武装自己哦，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点。他还有中国结，是，都很正式这样。每个结就是让自己要先武装。所以说，你们如果今天有天当新鲜人，或者当一个职位上更大的突破的时候，衣装是很重要。所以那时候我一穿起来好像40岁一样。所以还有个制作人王军王大哥说：“哎，我们俩是不是同梯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差你好大一梯啊。”这一段是让我当制作人，太年轻当制作人，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当制作人了，所以总是要准备一些事情来，就像我们演戏一样，服装要先穿好嘛。你戏还没有演的时候，像要像像一点样子哈。嗯，我先把我的讲完吗？好啊，你讲一讲。再讲到光阴的故事啊，这个戏我觉得是对我蛮印象蛮深刻，也蛮重要的一个戏剧，这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？光阴的故事看过的举手。有啊，收视率那时候那么好。虽然不是你的记忆，绝对有我的记忆哦。那是从民国54年开始，大概年纪也知道我多少年纪了。那个里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讲您单纯的岁月，然后有很幸福的时光，就是光阴的故事。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戏非常的感动啊？就说因为我在做这档戏的时候，我母亲去世了。那里面其实我爸就讲我爸爸妈妈的故事。我爸爸是韩籍，那偶尔爸爸外省人叫偶尔嘛，对不对？妈妈是台湾人叫韩籍。那戏里面孙家孙爸爸樊光二演出的，跟黄家清演的妈妈就是偶尔会韩籍。其实做那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很想让我妈妈看到，可是我妈妈在戏播出前就走了，所以我陪着我爸爸看完这一档戏，所以我把我妈妈的照片跟我爸爸照片放在戏里面哦，啊，也把我小时候的全家福放在戏里面，那里也记录我的人生的点点滴滴，所以这档戏对我的重要是不太一样的。嗯，那当然还有一个，刚刚我拿出这一份哦，刚刚小珍听了以后有点讶异，我觉得人生都会有挫折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管从小到大，一路来，尤其我们工作的压力蛮大的啊，我觉得。常常有，不管是有贵人的相助，或是有一些长辈，或是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一路支持你，可是不是随时可以支持你吗？我常常去庙里面拜拜，我抽了一支签，这个签叫上上签，随时放在身边。等我挫折的时候，等我沮丧的时候，等我觉得好像未来都没有再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，这支签陪着我，给我鼓励。他讲的是春雷震起直中虫，脱却凡尘凡出旧庸，呼吁风云交际处，自然变化得成龙。当然不是那个成龙，演员成龙，就说我最起码还有机会往上飞，所以这个上上签，随时在
我的家里放着，或是我的钱包里面放着，来鼓励有挫折时候的我。好，我觉得跟大家分享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哇，那这是佩华姐从制作人到导了一个非常棒的光阴的故事，然后到她的那个签书，我觉得 我自己本身今天带的也是，就是出道第一次第一个通告是上宪哥的那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是跟我的偶像就是孙燕姿一起同台，我超开心的。然后那时候呢，这是我第一次第一个通告，人生第一个通告穿的第一件衣服，太养眼了。嗯，对，没错，谁没有瘦过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那是就是我第一件衣服，然后一直还保留到现在。其实大家可以闻一下，霉味还蛮重的。所以这就是我第一件衣服保留到现在。那当然，其实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阶段，这个是我还单身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第一个通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觉得因为其实电影就是在讲勇敢嘛，人生要勇敢的时间很时段很多段，那上通告第一个通告面对这么多人群，当然也需要勇气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怀孕的时候呢，这是我第一件买的，帮 Emma 买的第一件衣服。然后呢，这个衣服呢跟这个鞋子都是我第一件帮她亲手买的东西。我觉得那时候接受自己要生小孩也是需要勇气的，所以这其实这三样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都代表了不同的里程碑，然后也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，所以我就一直保留到现在，然后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样其实这皮箱都载满了我跟佩华姐的不同阶段的勇气。我刚刚以为小珍拿这个出来，我说哇，你这么早就出道了。因为我想说皮箱里面已经记载他走这个演艺生涯，他说不是我女儿，我说不然这是其实他爸爸是胡瓜先生嘛，我可能小时候不一定就真的穿类似这样的，爸爸就把他带出到荧光幕来。其实这才是我第一件出道时候穿的，真实的背露。对啊，所以这皮箱就是记录了我们两个不同时段的勇敢。对，故事了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故事啊。嗯，在你的不同的旅程里面，不管是欢乐的或是悲伤的，都是孕育你的成长啊。那个故事就会在以后你有一天的时候，你的皮箱放满的时候，就是你所有的最好的回忆。因为不管哭跟笑都是最棒的，因为它完美了你的人生完整的一辈子的路线。当然要谈到我们的心理演期了，对对不对？我们都主持人没有嘛，自己讲的，是不是？是我们自己讲的啊。那今天这个我们就开始啊，讲心理延期。是是是，刚刚题目里面有一段题目说为什么会有心理延期啊？我不会演这部戏是在北京，那时候闲跟那个好朋友姐妹涛，就是杨海威，他是编剧，嗯，哦，真的一级编剧，平常不太写剧本，不太写台湾的剧本嘛，因为他人都在一直在大陆。然后我就聊到，他就聊到一个北京的女生，一个大学女生，她讲说她抱着她的朋友的男友的时候讲说，姐姐夫，你不可以抛弃姐姐。我听完这句话说，我以前做花心六都是有很多外遇的嘛，我觉得以前外遇都很看起来很妖艳，当然不见得像小珍这一种，她是其实善良百姓的，是我是她艳丽的外表也很纯真的内心啊。那以前的外遇的女生都看起来比较艳丽，然后都感觉上很敢，要不然就是卑微，就是好像外遇嘛，就躲在墙角等男生把婚姻解决再来。然后那女生竟然这么大胆说，抱着这个男生这样说，你不可以抛弃姐姐。我突然说我是男生的话，我会很感动。这句话就陷进让这个男生陷进我们的心理人气的这个主题了。我一想到说这个戏可以拍了，因为时代变了，可是变的是谁？女生的价值观，人的价值观，时代的改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孕育了心理人气。然后心理人气之后，我当然讲不会演，其实小珍的功劳是很大。当时用他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他合作好几档，我一直觉得其实他有他爸爸的遗传，他当然他不见得认可了哦。可是当然他比他爸爸漂亮很多。我弟弟说戏那个节奏，就刚刚讲他都知道留空间给你们拍手，我都没有留空间嘛，就知道叫他节奏。他说演那个心理人气演瑞轩的时候，我不会演剧本的对白还没有他们演的好，因为也编剧没办法写到每个都这么通透，喜剧的部分需要他来诠释，他跟佩旭
讲讲你的。其实刚开始接这部戏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议题。然后其实在接这个戏的时候，佩华姐都有找我们所有的演员讲了一下他这个戏的概念。那刚才佩华姐讲到，这个戏其实源自于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，而且在真实的故事里面好像还比你写的这个还残忍。凄惨，我同学。对，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就觉得哎，还蛮有兴趣，大家都很有兴趣投入这个剧，而且当时所有的演员，像唐唐啊，或是温升豪，其实大家所有的演员都有工作在身，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剧本之后，都是抛开工作，然后尽努力的来接这部戏。那其实当然，因为之前都没有跟只有跟佑胜合作过嘛，那其他人也都没有合作过，所以其实要合作一部新的片的时候，会还蛮紧张的。那当然碰到佩旭以前就是同公司，可是也没有很长，你知道他长了一副就是很讨人厌的样子，所以我以前就不会再跟他多交谈，觉得这个人难相处的爆炸。可是后来呢，就是在剧组里面呢，就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很好相处。然后呢，其实拍戏很重要的是信任，不管是导演对你的信任，演员之间的信任，或是编剧对你的信任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拍戏是这样的，就是导演可能会拿着剧本来跟你讲说，那个佩华姐，你等一下就走到这边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讲我要的是什么感觉，怎样怎样。可是导演碰到我跟佩旭的时候，直接剧本就拿过来说，你带起高飞，我被演哪样？是不要那演，你们要怎么演随便你们。所以变成导演就会很信任我们。然后呢，其实团要加上团队，其实我们很常就是拍到晚上，然后大家聚在电视机前面，所有的剧组一起看《犀利人妻》。然后每一个礼拜的收视率，然后经过大家一起打赌，这收视率飙到多少，然后呢一起进步，一直到观众朋友真的很喜欢《犀利人妻》这部。其实剧组一路走来也半年多了，大家走过很多的风风雨雨，然后感情变得好之外，我觉得只要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团队感情只要好，团队力量就大，所以导致说《犀利人妻》变得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那电视版出来之后呢，引起很大的回响。那可是结局，佩华姐很厉害，结局就让人家吊人家胃口，于是就出了这个电影版这样。那电影版的结局，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蛮开心的。对，说小珍，我刚刚回到一点点，就说每次我们戏其实很揪心的，在电视版来讲哦，要不是靠他跟配序哈，真的发挥了。我常常每次看完哭完之后，看他们出现的时候又笑。我就是跟编剧讲说，我们的戏叫哭哭笑笑好睡觉，因为你礼拜五了嘛哈，你播从九点，你从十点开始播，要播到十一点半，后面还有十五分钟的花絮。那如果有时候这一集如果沉重很多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观众可能睡不着觉。那真的要他们这一对，真的，我说真的是很可爱一对。我自己在看后制剪接的时候，觉得真的很谢谢他们两个。因为有时候喜剧东西哦，其实对白给你，喜剧最难就是对白给你，你也不见得演得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看得好笑，为什么剧本好笑，印上出来就不好笑？我常常碰过这样问题啊。我们编剧很认真的写，也很好笑，现场啊看着本子好好笑，拍出来怎么一点都不好笑？我觉得这个我才说，我们编剧海威也很谢谢他在。他在大陆写本的时候说：“哎，谢谢你，抱谢谢那两位可爱的伙伴，真的好笑的东西，其实他很自然，他要让觉得真的不是故意要让你好笑，他们很投入，每个细微其实就在你意料之外的那个节奏，所以我就觉得看完之后真的哭完累哦，累再擦完之后哈哈就会笑，你知道，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越细哦让。”观众好睡觉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问我一句，就说里面经典一句台词，就说等生米煮成焦尾饭。那大家想说为什么会想出这一句？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在山上拍戏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一句变得好笑。因为生米煮成熟饭大家都知道啊，可是你知道外遇，对，就是外遇这件事情，有小珍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值得鼓励的事情，所以什么样的饭会让人家不想吃呢？那就是焦尾饭。所以就是生米煮成焦尾饭啦，就是一切很合理很正常的，就变成一句台词。其实很多台词都是可能互相演员或是因为我们副导本身也很幽默，所以他都会帮我们加一些台词，加一些动作，然后让这个更生动这样。那也当然是希望就像佩华姐刚刚讲的，因为这是很沉重的一部戏，尤其像演员自己入戏很深，像唐唐有一阵子入戏非常的深，然后变成我们在片场也要陪他。然后有一场戏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医院拍，就是他出车祸然后躺在病床上面，然后我跟蓝总监在床旁边就是要照顾他。可是那一场戏呢，明明就是我很难过，然后要跟蓝总监就是
要求蓝总监原谅我没有照顾好安贞之类，反正那场戏是我要很难过。可是我们的隋唐小姐呢，已经够好赚了，她躺在病床上面已经够好赚了，她还三不五时发出肚子饿的声音，然后呢就会，而且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在这边，那病床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在讲着讲着讲的时候，我就正要开始已经要眼眶泛红的时候，就会讲，我要等他一下，她给我躺在病床上面还笑场哎、欸。你看有多好赚的一场戏，他还笑场，所以有一阵子我觉得唐唐他真的跟我们拍戏蛮辛苦的，因为他有一场戏是我不知道幕后花絮有没有拍出来，有一场戏是我们在那个新店，不，这是在他们家里面，餐厅里面，在他们家里面的，然后在他们家里面就是那个主景，就是那个温生豪他们家，然后呢我们就六个人在吃饭，吃一吃，其实是在拍配序的特写。然后呢，佩旭那边坐一排，然后我们三个坐一排，因为冬天很冷嘛。然后我们三个就握得很紧，然后盖着棉被在跟他对戏，因为拍不到我们呐、啊。然后就在拍那个佩旭的特写的时候，他就高拐，就自己塞了太大口的饭，就讲话的时候，导致把饭粒跟豆干，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有什么菜，饭粒跟豆干还有小鱼干全部喷在我们三个女主角的脸上，超恶心的。而且呢，更好笑是那一场戏在刚开始拍，然后它是第一颗镜头，可是我们后面的人都还要继续夹那个菜来吃，所以后面全部都是他一喷完之后，我们后面的戏本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有演员全部都是，哎，瑞凡你多吃一点吧，哎，安贞我觉得你瘦了，多吃一点，都一直在夹给别人吃，所以其实我觉得片场有发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，以及导致大家的那种喜感是真情流露这样。所以变成犀利人妻，后来变成大家都很喜欢。我觉得一个戏会受欢迎，真的是每个环节都不能漏掉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像很好的朋友，很像一家人，也真的感受到彼此角色里面的这个欢喜跟悲伤，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被动容了。那当然人家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的犀利人妻，为什么会这样结局，我刚刚跟我的伙伴们分享说，我把我自己想成谢安贞，其实当时剧本不是这个答案，那我去花莲休息了两三天之后，我觉得到底如果是谢安贞，我觉得他人生要什么？所以我们常讲戏剧不是要给你答案，我觉得如果换我是一个谢安贞的时候，我想要什么，我可以要什么，我会有什么，所以答案就改变了。当然小贞也不知道，全国那时候新闻都说只有七个人知道，那当然连我们剪接师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剪接师剪完之后他就去跟人家对赌，对赌说他之前答案是他剪的嘛，他就跟人家赌了20000多块，不知道网络上赌，你看雅虎是不是要抓一下赌，我们的剪接师就对赌了这个答案。然后我刚刚去了花莲两三天之后回来，我就改了这个答案，可是到另外剪接师是三立自己内置的剪接师，我就改掉了，我还忘掉，他就跟人家对赌了，然后答案出来就赔了20000多块，就在网络上硬生生的赔了20000多。这是真的，因为佩华姐连演员们哦，本来我们看剧本，因为我们都有本嘛，那明明最后一场戏没有，我们也去拿那个剧本来看，你知道，我们就在看，哦，原来结局是这样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当然出去就没讲嘛，然后后来佩华姐就改了剧本，可是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底结局是什么，以导致我们最后一天所有的演员还约在我家在看结局，然后看结局看到说原来大家所有的演员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演过这部戏，然后每个人都说结局到底是什么，我说真的不知道，你知道那阵子差点被打，你知道出门都要戴安全帽，哎，讲到安全帽，对，温瑞凡他那时候民众入戏到说他回家，他说他有一天下戏很晚了，然后回家，他说他真的发誓后面有人在喊温瑞凡，然后回头看没有人，他就赶快把安全帽戴上，然后就自己赶快溜回家里，他多害怕。那阵子入戏很深的时候，他说他都不敢出上街，真的是也好啦，所以收视率才会那么高，有他的牺牲才成就这个犀利人妻啊。所以到电影的时候，人家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要拍电影？”倒不是因为只是收视率高哦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电视版是《勇敢做自己》，那我们电影是4年后，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电视是《勇敢做自己》，可是我是女生嘛，所以我比较支持女生呢，就跟我也支持小贞，就说女人除了勇敢做自己，你还可以有什么？我很希望女人都能幸福，就跟我们自己，我也希望小贞能幸福，我也能幸福。那幸福要干嘛？就要勇敢，要冒险，因为幸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是要我们自己敞开心胸，擦干眼泪再往前走，所以才会有这部电影。我说希望它不只是一个大结局而已，而是一个能让女人最起码我还有幸福的勇气
不要放弃你可以追逐幸福的机会。嗯，所以我们就有了犀利人气的电影。对，那当然刚刚最主要其实后面还有个答案嘛，因为温升好意演了我们的温瑞凡之后，广告掉了500万。嗯，我说我电影要帮他找回那500万的广告费。这真的，因为有一天我经过他代言的一个东西，我说升好哥怎么代言人换了？麦克风，这个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连他自己的爸爸，那时候我们拍戏中间碰到过年嘛，他说要回家吃饭，家里气氛超沉重的。他爸爸还过来拍，他说你蛮平安呢。对啊，他说他回家真的，连他爸爸都入戏到这样，真的很有趣。不过他现在电影版的，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后可以扭转他的形象嘛。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我们的两分钟的电影，好不好？想看吗？大家应该不想看吧？不想看也不行。都4年嘞，你难道打算都不再谈恋爱吗？谢安贞、谢无林，你有其他的需求啊？啊，谢李安贞。吴仁轩，怎么办？好难选哦。要，我不要。会吗？跟旧人在一起。亲切熟悉，但是伤口隐隐作痛。跟新人在一起，兴奋快乐，充满着冒险的恐惧。我愿意帮你带萌萌的。我不想给安贞压力。那什么痴心守候那一套，你看8年抗战之后还有人用过吗？你有两个爸爸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？到底什么是爱的结局？真心，真爱，只为你。你根本没有什么事都想成这么完美。让我证明，我是爱你的。温瑞凡，你想当我的对手，你还要加把劲哦。阿珍。快乐的时候就要放声大笑啊，难过的时候再抱头痛哭就好了嘛。一个人一辈子，一次幸福难不难？想他就去找他。每次想那被人抛弃了，又该用什么态度面对？承受，祝你是去冒险。需要冒险。8月17，勇敢去爱。看完预告会想看吗？会哦，真的会哦，因为我们门口就有在卖票喽。不要说谎了，等一下马上就印证一下。对，其实刚刚看这个呢，我有两点真的要先跟大家讲一下。在身上那个是我，不是唐丽淇。然后呢？有谁说吗？蔡淑臻也真的没有在做酒店，做成这样是怎样？画了红口红，要大波浪。故意？为什么？女人要勇敢做自己的时候，先让自己性感一点，也没有不好，你知道？不要单一的味道嘛。所以你可以换造型吗？可以哈。嗯，可以。下一档我就让你擦红口红，下性感一点。不用了，心情下海，身体是很干净的。好啊，所以好看哈，大家一定会去看吧。那是什么时候播出？真的有在看的，真的哈、哦，这么今天目标这么明显，再没有看到，我也不晓得还能讲什么、啊。那我们要出题目哎，我们有礼物要送、哦，这个今天是第一次送给观众，里面很多秘密，其实我很怕给你们，可你们拿到这本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给旁边人看，不要吧？对，不要给旁边人看，收藏着。今天上市，上市，可是你不会买不到，这样你是买不到。没有结局是？可是很重要的东西。那大家不会把这本书烧了吗？要买票。很多精彩独家照片。哦。所以千万不要跟别人分享，因为我怕媒体会找你，因为他手上还没有。嗯。好的，那出题目。好，那你就先出一个啊。刚刚唐丽淇的那个演员是谁？我都不觉得你哪有像唐丽淇啊。嗯，你出了。
出一个。要出什么？我想一下哦。这是几年后的故事。请问一下，《犀利人妻》这是电视版跟电影版中间是隔了几年后的故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要先放下啊！一二三，怎么大家都举一样快啊？你选一个好了，出题目给你选啊。我来算了。哦，算几年哦？对啊。黑黑的那个同那个男的，黑黑那个男的，你也看他衣服，黑衣服，黑脸庞这样，黑黑的，哦哦的。好好好，我走过去。四年哦。嗯。哇，那恭喜你四个月都够才能拿到这本书的。第二个题目。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加入了很多新的演员，你举例三个，三个我们电影有三个吗？想办法，想办法，原本电视没有的演员，这个难度要高一点，不然太简单，好像智障的题目。看到两个，然后还有一个。再想办法想一个，你不是唐立奇有吗？我们去泄露一个答案了。哦，好了，那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电视版没有出现的演员。一二三。那个真的比较快、欸啊，真的那个其他都还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。可是我不太确定其中演员叫什么名字。你把你的瑞轩演好就好了。瑞轩是不太注意别人的，是没错。大元跟蔡正宪。蔡昌宪。蔡昌宪。好，恭喜你。还有一个谁？再一个啊，唐立奇。唐立奇。你要买票哦。我会买票。有，确定有唐立奇，是因为小珍一人试两角。他试了瑞轩，也试了唐立奇。好，再一个题目。温瑞凡的电视跟电影，他的造型有个改变。哇，是真的。他加了眼镜、哦。这个有厉害，这个有厉害。那请问一下，他眼镜什么度数的？是哪一排的？太难了。哪个牌子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哎、哦欸，你怎么知道？哇。五个都是卖眼镜。哦、oh, ，一人撕一半，撕一半保存，所以不定这两个就配成一对了。哇，好厉害、哦！配成一对，人撕一半嘛。OK， 好，那送他一张 DM。DM 在哪里 ？DM 在哪 ？OK， 里面有。哦、oh.。签，你帮他签个名好不好？好小珍帮你签一张，真的太棒了！我送你《光阴故事》的地方。哎、欸，那个是我的纪念品，来拿个笔帮忙给小珍签个名，嘿。签字笔。嗯。签在他脸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三个人都签。我名字三个字嘛，就签他们三个头脸上。脸上。够犀利。来，干嘛姐？哎哦。好的，今天七月二十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来，差不多就结束了，谢谢放眼哦，好厉害，一看就知道是柏林的，真的、哦，这职业的，真的、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厂商应该很开心哦，你那么有慧眼，那当然今天来不能白来，其实我们有很精彩的电视跟电影的。花絮，嗯，我们跟你们分享一下，用你的感情哈来看一下这部戏，看这部电影。我希望，当然今天不是来催票而已啦，我想催出你们的感情，对我们国片支持一下，对我们犀利的伙伴们，很努力的一群伙伴们，给我们鼓励。那当然看完之后，带你的妈妈、带你女朋友来看，你会变成一个很犀利的人夫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被挤被撞算什么？被人践踏又算什么？只要啊能抢到头香，只要神明保佑我老公升官又健康。我是谢燕珍，是我抢到头香，是我啦！因为好太太哦，就不会撞三小啊，不是小三了，小三。不是小三，小三就是第三者啊。人妻有最怕撞三件事啊，撞车、撞鬼跟撞小三。我本来就不是小孩子，好不好？是您说我是小孩子。你把我那个男朋友的话带回来给我跟你姐夫，让你好好鉴定一下。你知道他是跟谁出去玩吗？他现在可以报警吗？我们要够了，你有完没完呢、啊？夫人，我回不去。你不会玩，你也玩不起。爸爸，对不起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
才是第三集。你知道比外遇更可恶的是什么吗？是欺骗。我需要自由，我需要呼吸。我今天顺着我的真心去爱一个人，我错了吗？就万劫不复，这样公平吗？你为什么还能这样强词夺理？我到底哪里做错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我到底想什么？谢谢你。这几天将会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永远爱你的维恩。你会不会放下这负累，自由飞？走了不要追，就连呼吸都不对，无所谓。一个人低头，一个人祈求，太沉重。告诉你，姐夫的礼物要过两天才能送给他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信的话啊，那就挽回老公的心啊，我拼命哦，拼死哦，都要保护我的家了。哎，怎么跟维恩一个前脚到一个后脚到，那么巧？那么巧，你也刚回来？对啊，我去找维恩。谢谢你哦。他来以后一直给你添麻烦，对不起。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思的分别。姐，门怎么会锁起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跟萌萌讲故事讲到睡着了，姐夫跟萌萌也睡着了。一旦你累垮了，就会别的女人去住你的房子，花你的钱，打你的小孩，睡你的老公。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找医生来？你好久没有这样关心我了，好朋友，你可不要再讲这种话。我不想再听。这是我请律师你的离婚协议书，我什么东西都给你，我每个月还会给你赡养费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
就是保有孩子的探视权。这协议书你留在身边仔细看看，如果要委任律师的话也可以。我是不要成全你们，不要那么容易。你不要赌气，你阻碍的不只是我，还有你自己的未来。天哪，你干什么？我求你好吧，我瑞文。天哪，我瑞文，你放开我。那你也放我走。千，放开我！陈胜堂，我已经又瘦又高，像一个竹竿一样了，还要穿这么高高跟鞋吗？又瘦又高，像竹竿是缺点吗？不是吗？就是因为你先认为它是个缺点，你才浪费了这个条件。穿。上完一本课，等我回来，我会考试。哎呦，我又不是要考大学。新时代的女性最重要的就是求知欲，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资料和课程，你一定要从里面找到你的兴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很大很大，但你的眼睛只盯着那小小的家，所以你一定要打破你心里那道墙，你才有办法知道这世界到底有多精彩。安德鲁，走吧。大嫂，哎，好巧，巧遇耶，巧遇耶！哦，天意啊，这么巧哦，天意天意。对啊，真没想到，好巧。回来了。刚到，刚好蓝先生请我吃饭。大嫂，你真的是我大嫂吗？不要叫我大嫂了，康德，我早就不是了。维恩，你好。安真，我定了位。哦，好啦，那我们改天再聚啊。哎，不行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好不容易巧遇，哎，一块吃啊，一块吃啊。啊，好啦，今天我请客，我是主人 ，OK 啦 ，OK 啦，梅姐梅姐梅姐嘛哈 ，OK 啦，一起坐啊哈。约成，我们这边多加两个。十年来，我真的有许多不喜欢的地方，但是我没有跟你沟通，是我不对。我也相信，这十年来你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，可是你很自然的包容我，体谅我。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对青春还有不切实际的眷恋，蒙蔽我的感觉。我怎么会说出我不爱你？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真的希望用我剩余的生命去缓一天，如果觉得就算我死掉了，我也想要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
石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